恭请。佛说决定总持经。恭请。佛说决定总持经。恭请。佛说决定总持经。水相赞。先天真水。净洗灵台。杨枝一滴洒尘埃。涤秽消灾。香焚宝鼎。气达先天。微光选鹤皆祥烟。降见此心前。释迦如来。牟尼世尊宝告。至心归命理。东华教主。西域圣师。弃皇宫之富贵。爱雪岭之清高。炼成摩尼珠。光照大千世界。尊居兜率地。得披亿万生灵。大法东披。无不精修波罗蜜。梵呗西来。贤之皈依无上道。登传万世。佛日常辉。法纪千秋。黄土巩固。三界大师。四生慈父。大悲大愿。大圣大慈。释迦牟尼古佛。慈悲广化天尊。佛说决定总持经。本卷。文如是。一时。佛在罗月止其舍觉山中。与大比丘聚。比丘千二百五十。菩萨八万。一切大圣。神通已达。皆不退转。就净诸法。以逮纵持。辩才为妙。小了善权。方便之宜。善学无数。菩萨境界。入于深要。体解十二。缘起何会。行无所造。空无想愿。不起不生。一切诸法。始入一道。诸通慧海。览摄法藏。奇异广普。圣觉无际。明示众意。分别美词。章句之趣。所问则答。弥不通畅。得众生意。解诸劫缚。心等如空。无有增碍。离于众垢。即然永安。达无瑕疵。成大圣场。眼智慧光。降伏外学。犹如日明。消萤火药。即摩尼珠。火电之辉。绝去放逸。弃诸颠倒。所计有常。断灭之观。了之无我。无寿。无命。无人。无养。即然观察。诸所兴起。无央数劫。行菩萨道。被正得楷。开化一切。六度无极。修四恩。从全方便。出生死道。以思开导。迷惑之众。是于祸福。就拔苦恼。令不复造。生死根灾。皆得尽去。至三昧门。其名曰。无忧首菩萨。狮子乐菩萨。光英王菩萨。梵音响如。雷雨菩萨。无量德宝菩萨。杂花菩萨。若干璎珞。庄严菩萨。石磨王菩萨。法语菩萨。莲花手。藏王菩萨。坏须厌意见菩萨。大智光明菩萨。遍眼若干。种王菩萨。如是等类。菩萨八万。尔时。世尊与无央数。百千之众眷属。围绕而未说经。其法名曰。觉总持门。彼时。会中有族姓子。等辈十人。咸共听受。闻如来宣。觉总持门。欣然踊跃。善心生焉。弃捐睡眠。乐处闲居。修止足得。专指精行。夙夜精进。无感懈怠。离于放逸。贪欲之想。如是殷勤。不费精诵。
至于七年，终敬七载，其心驰骋，不得须臾，定其一时，何况乃当逮总持门，不得所愿，其意患厌，节得闲居，乐于睡眠，废于精进，不复精行，舍欲之事，不复修学，总持之门，是沙门福，舍戒就戒，迷惑智性，求胜较短，皆归居家，还习五业。于时世尊为王阿舍世，绝须妄疑，以除犹豫。七日即然，则衍圣威，因令其亡，不为放逸，心怀正颂，解散王劫，一切调戏，诸所见复，敬七日矣。与七一人往一佛所，欲起受法，十足性子，求胜短者，亦是从亡，在于大众。是时座中有一菩萨，名无怯行，智德总持，从无数劫，成就法忍，殆无从生，无有颠倒，辩才无量，入一切智，正慧道力，分别随顺，度无极行，小无思议，总持门品，普见一切众生智性，根无所去，应可化者，而未说法，不失其本，即从做起，偏漏右肩，右膝着地，插手薄佛，为天中天，此足性子等类十人，出家修道，夙夜精进，七岁不懈，欲求总持，所愿不惑，失其本质，舍沙门福，还家居业，察胜较短，唯愿世尊演说法义，以全方便，如应开化，令足性子改往修来，当自归命，无上大道。佛告无怯行菩萨，思足性子乃往过去，久远世时，谤毁佛法，不肯听受，以用谤毁越佛法故，由是所至，不得即获无上大道。无怯行菩萨则以诵问佛曰：我闻人中尊法王眼光明，诸菩萨所行得消除殃罪，功勋慧远不无能越度者，实力无等伦，甚至无挂碍，已托于三处，则不为放逸，唯未说其行，是静思道业，今起于无量，直怀甘露慧，当未分别说，犹豫以结往，今执于如来，世尊唯未觉，何谓诸菩萨修行于大圣，日日常精进，最盛行无懈，降伏魔关属，烧尽众尘秽，小了一切行，显示于众生，唯未分别说，道行之本业，言辞甚为妙，何言为人说，在于生死处，乐度终始幻，谛听所叹讯，解决众狐疑，最称愿为眼，如应修道行，善修得清净，本行灭生死，泯哀失安隐，以济众生意，捐弃用舍处，惠宝及车胜，头目师与人，妻子亦如是，亲净行忍入，好于尽戒得，精进修即愿，小了坚固志，众会以此得，能忍百千患，人尊所由不，圣通遍无碍，明是所当行，如劫无犹豫，灭除三垢秽，所至无能及，分别出家业。
开化于五趣。安住巍巍说，如应当行道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此足性子等类十人，过去世时违犯诸佛，诽谤经典。何谓违犯诸佛之法？乃往过去久远世时，更历三十二劫，厌弃世界，有佛名曰光世音如来至真等正觉，明行成为善事，世间解无上士，道法欲天人师，为佛世尊世族性子等类十人，在于彼世为大豪贵，长者作子，佛灭度后处于末学，为其世尊兴立功德五百塔寺，讲堂经舍以若干种供养之具，而用给足诸比丘僧一一塔寺所有经舍百千比丘游居其中。于彼世时，有一菩萨名曰辩机，逮得总持，职权方便，进退随宜，开化一切而为说法，是处高座五百诸佛教授辩才，八十亿天子在于虚空，净除众会，庄严孝事，化作讲堂，数诸壮幡供养法师，民逮一切而为说经，七万人众逮不退转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，又一万人得须陀洹果，使彼世界有国王名曰乐师，爱乐道法，可养精益，以法自娱。于是国王供养法师辩机菩萨与其中宫贵人才女五百之众，大作伎乐，以宝为花而散其上，或沾檀香用涂其体，以五百盖而覆其上，五百细庙衣服供养，昼夜七日住不敢坐，奉以所安，随其所宜，不失时节。其净法师最为无上巍巍之尊，福无过者。十大豪贵长者之子，诽谤恒王辩机菩萨法师，言毁法界，不随敬业，以是罪故堕于地狱，满九万岁生于人间，五万世中堕在边地夷狄之中，迷惑邪见，罪盖覆辟，六百世中常当生亡，阴哑无舌，不能言语，出家为道，坐沙门来，七百世殷勤精修，不惜生命，不得总持，今复来生与我之事，亦数数乱，不能专定，以是之故宿命于殃，罪盖所蔽，而今此辈诸族性子不得总持，是故贤者主类汝等郑重告斥，闻是经典，面见法师，为人颁宣，贤供供养，不当愁忧，心怀毒害，况复遥闻，生恶心耶？佛言：足性子，假使有人皆取众生，挑其两眼，思罪虽重，尚可堪忍，结束尽净。若有害意，向于法师，罪之结束，复过于彼。假使有人皆取众生，好斗正者，和谐别离，广令安隐。若见法师，一心助前，是诸功德，过于和合，众生斗正，
令得安隐，百倍、千倍、万倍、亿倍、俱亿万倍，不及月言，住菩萨前。所以者何？其有诽谤法师者，则谤如来，欲得供养于如来者，当奉法师；欲敬如来，当顺法师；欲礼如来，当礼法师。所以者何？诸菩萨等皆从法生，从诸菩萨成一切智，因一切智成佛世尊。菩萨所起，因心道心，不以住欲，在于尘劳，得积首礼，由无所生，则无所住，静修梵行，见积首礼，不以无色，三昧正受，礼于无色也，不以于央，而就所生，所愿自在，因其所愿而往生矣，以得解脱一切愚明凡夫之行。欲令菩萨有余央者，有始虚空，有其色相，譬如足性子阿耨达龙王遇见猪龙游戏之时，交告一切猪龙眷属皆依龙王而得安隐，常脱三痛，能为无患。菩萨如是，舍一切乐，断三处罪，灭盖尘劳，坏众苦恼，而乃为安度脱众生。譬如蛟龙游于水中而无所畏，菩萨如是，游于三界亦无所惧。譬如蛟龙行于深水，见中所有，自意所欲而不为水之所恼害，菩萨如是，由于盲明，凡夫之众助其所行，唯睹会意，不为道行，不与于人而具同尘，不为三处所见莫逆。是故行者常当将护，奉法安详，此为菩萨之所修业。佛时颂曰：其欲归命佛，敬诚无量圣，常供养菩萨，亲奉于导师，无今所依钵，床榻诸座具，佛皆以此供。听师至道者，所上佛灯火，以是灯即之，如是成正觉。诸圣中最上，饮食车圣师，四等诸会士，为于之导者，将至甘露方，一切众生类，师天人皆安，以顺出发意，不能报其恩。无切行菩萨，复白佛言：为天中天，宁有方便，使此十人、足性子等，消除罪殃，得至道乎？佛言：设此十人，一心受学佛所颁宣，修饰法律，复为沙门，勤奉诵思，总持章句，可成道耳。何谓总持章句？修清成，先结句，清且良，无所受，亦无造，无所得，尊素疾，取心生，奉精进，力行不勤修行，至小了，主观察，无所起，去患难，由目变，举清变，普清净，无不净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：此等十人，以奉诵事，总持章句，而于七日，修恩德无所，下始无色，不怀嗔恚，安详不久，由无所作，无暇会，心平等，舍所有，离五阴，是不敬意念佛。诸足性子，设能如是，
奉尊道教，十方世界各有千佛，示现其前，令自见之，克心自责，归命圣尊，罪殃可除，逮成道会，诸族姓子，时闻佛教，等顺法律，即舍家业，初为沙门，奉送此总持章句，如圣所会，昼夜七日，精进奉行，静七日矣。折见十方，各有千佛，分别未说，消罪之业，应时皆得，修普至行，总持之门，超三十六劫，生死之难，逮不退转，当成无上正真之道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尔时月师国王者，今现阿弥陀世，其辩机者，阿处如来世，时长者子，今子时人，足姓子是也。故无切行，其有智学，菩萨圣者，殷勤奉修，如佛所教，著于正法，舍其无名，甚无四求，他人之短也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有四事行，能尊修者，严敬佛道，何等为四？亦曰：奉行空事，常有慈心，无害众生。二曰：菩萨敏敬同学，不为轻慢。三曰：为人说法，以轻会师，无所希望。四曰：至常专一，不怀供养，衣食之心，是为四。佛时颂曰：其至常乐笃信空无，修至清净最胜之道，犹如日光随时宣明，以得佛道所照过彼，未曾有人知其瑕却，为人圣德普忍一切，如是清净柔顺之场，弃捐供高堪任无量，一切所有上妙衣服，常当以施至佛道者，亦不从人希望供养，是为佛道清净之品，以不惜计施无量法，恒修悯哀念于众生，至性常怀恩德之意，是为严敬诸佛之道，假使乐奉一切诸圣，若欲供养无欲经典，常当成事无极佛道，思三宝者皆由终生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复有四事，即得佛道，何谓为四？一曰：爱乐明经，好于大圣。二曰：远离爱欲，不习放逸。三曰：常修济贫困，供以所乏。四曰：能兴法财，七业施人，是为四。佛时颂曰：爱乐法师，至慕大圣，远离爱欲，修清净行，敏伤恶贫，济诸危难，常以七财，施不懈道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复有四事，即得佛道，何谓为四？一曰：常行大慈，哀诸群生。二曰：常行大哀，为之语类。三曰：常行大喜，和颜悦人，示于众生。四曰：常行大护，救度三界生死之患，是为四。佛时颂曰：常行于大慈，悯伤众生类，念欲成就之，如母育其子，大哀由终始，不畏诸患难，舞去如泡沫，悯之畏语类，和严察众生，以法而乐之，是以离众苦，无痛常安隐，萎靡随舞去，方便是所宜，使度三界恼，或至无上道。佛告无切行菩萨，
若有勤求，此总持者，当习闲居，述意法会，等行清净，濯净衣服，复尊修四事，威仪礼节之正，至不懈废，以若干种诸所共具，奉养法师，笃信三宝，常怀恭敬，谦逊卑顺，未曾懈厌，常行精进，无有余产，邪行之业，心之所念，常不离佛，亦所尊修，解无所有，以无所有，无所想念，皆能晓了，众生性行，勤自谨斥，心口相应，爱乐诸佛，请问资寿，悔过守节，劝助得本，威仪礼节，不为道教，无应不应，闻非人生，不以恐怖，不畏蛇缘，毒士之虫，奉敬师长，修此经典，未曾懈权。佛说始经时，三万人，从本以来，未兴道心，今皆发起，无上正真道义，五千人，远尘离垢，诸法眼净，三万菩萨，逮得无所，从生法忍。佛言，若有菩萨，闻说始经法，皆得具足，一切功勋，无量辩才，若足性子，足性女，学菩萨道，皆以七宝，满于三千大千世界，横鞭杀劫，奉尽三宝。有人闻此经典，福尊过彼，若菩萨于百千劫，奉五度无极，而无大智，无善权者，不如闻此经典之要，福尊过彼。是故足性子，主类汝等，此经相附，殷勤劝助，随时将护，令不忘失，莫使增减，常存在世，持奉诵读，广分别义，为他人说，假使遭厄运，莫身命故，当将慎于此经典，勿使忘失，是佛之教。佛说如是，无切行菩萨，十足性子，诸大声闻，一切众会，天龙鬼神阿须伦世间人，闻经欢喜，作礼而去。佛说决定总持经中。